看到我这杯手冲咖啡就知道又到了虎杖笙歌的时间咯，让我们来听听几首好歌，练习几句英文，还有刚刚国珍姐也说了，一起看看官兵们给妈妈们的爱心留言。青年日报穿军服赞活动，本周的人气王分别是陆军四支部张新玉中士、陆军234旅黄芷莹上兵、陆军专科学校刘凯明学生。电视机前的官兵弟兄姐妹们，赶快投稿到青年日报，也记得上网按赞及分享哦。